家会得到非常充实完美的一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天呢会让大家终身难忘，同意的举手说 yes。你每天呢不愿意下一些很大的决心，只希望跟原来一样的生活安安逸逸的，你是不会有突飞猛进的改变的。当你决定了一件事情并且采取行动的时候，人生的结果真的会不一样。今天开始呢，我要教大家的就是15个最重要的改变。如果你要从现在开始打造赚钱机器的话，你要做出15项最重要的改变，你与外界沟通的这种能力越强，现金流流入的能力就会越强，是还不是？短短8天的时间挑战了减肥7公斤，谢谢。我能够站在这里，我首先第一个我要感谢我生命转折点的贵人杜云森老师，而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也是感谢我生命转折点的贵人杜云森老师，谢谢。我仅仅是杜云森老师千千万万个学员当中的一名女学员，就在他的课上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改变。观念没有对与错，看你要的结果是什么。每个不同观念的人最后都会发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命运是你自己选的。什么叫我要被动收入？就是你不工作都能赚到的钱才是你要去争取的事情。伙伴比什么都重要，有做有钱赚，没做也有钱赚的叫事业。当你有一天不在了，这个事业就停止了，这不叫事业，这叫工作。一定要让顾客把买你这个人的注意力集中成买你的什么产品，产品本身带给他物超所值。大家记下来，要靠产品赚钱，不要靠体力赚钱。打造赚钱机器的人，他从来不要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他要拥有系统。领导者是3种人的综合体，有远见的人、啦啦队长和老师。流进的入口越多越好，流出的出口只能有一个。流进要快，流出要慢。所以你想花的钱都是可以花的，我并不是要求大家一味的只投资，是先投资，投资生钱了，用生出来的钱再去享受。学会控制欲望之后，所有的欲望在以后再来满足，听懂举手我看一下，请放下，放在有累积性的地方，有一天你的欲望还是能满足。要集中精神在专长上，如果你的热爱又是你的专长，把热爱跟专长结合在一起，发挥到极致，一生只做一件事，你会集中在你的天才领域成为天才，是还不是？是还不是？你干嘛拿自己缺点跟别人优点比呢？你应该强化自己才能才对，你有什么最擅长的部分，把那个擅长拿出来。有的人在团队里面擅长邀约，你就让他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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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在团队里面擅长帮别人成交，你叫他自己去开发他不会开发，你叫他帮别人成交他很会成交，你就让他跟那个会邀约的人配在一起，各发挥好专长，他们两个就变成合作伙伴了，是还不是？
有的人只会做后勤服务，他业务做不好，你付他一点工资做后勤，他很爱为大家服务的，你非逼他做业务，他就死给你看。先从简单的开始做，简单的行动先拿出来了，你就会发现，简单的做完了再做简单的，简单做完了再做简单的，每一个简单的都做完了，就没有什么难的事了。各位明白吗？大多数人不行动都是因为想等待有一天你要做一件大事，那个大事是不会出来的。不要想一件难的事，想很多件简单的事。如果一个年轻人每天在心里面问自己，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份人民币3000元的工作？我毕业以后怎样才能一个月赚3000元？我到人才市场去哪一家摊位才能找到3000元的工作？他满脑子问自己的问题都是3000元的问题，他最终他了不起得到的就是3000元的答案，因为他的问题问得太小了。问题的大小决定了答案的大小。他应该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得到一份300万的事业？我应该怎样得到一份300万美金的事业？当你问更大的问题的时候，最后就算没有达到你的答案，也比3000元还要大多了。各位是还不是？是。让员工去做，他犯错就是培训他必要的学费。如果你不让他犯错，你亲力亲为，他永远也学不会，他永远也代替不了你，他永远也不能替你管理你的生意，所以你就不折不扣的变成赚钱机器了，对不对？对。当一个人潜意识被改造的时候，他不需要去思考，他自动都会做出一些言语行动反应，像条件反射一样简单。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要冲刺事业，结果回家老婆说，哎呀不要那么累了，那么辛苦干嘛呀，去逛逛街嘛，陪我去玩嘛，哎呀不要相信你的那个员工啦，不要相信你那个合作伙伴啦，他是坏人啦，哎呀你别干了啦，你会被骗啦，风险很大啦，早上也讲晚上也讲，那早上刚好潜意识很容易输入，晚上睡觉前潜意识很容易输入，早晚被讲我就被催眠了，一天到晚被这样讲，男人在外面还有没有动力啊？将来换回更多的自由。我最痛恨的就是当我停止努力的那一天，就停止了收入。我要在停止工作的时候依然有源源不绝的收入。你生过小孩没有？没有。以后要不要生？要。没经验干嘛生？学生。没经验就别生了好不好？不行。为什么没经验还要生？因为我的妈妈很幸福啊，生了我。所以我以后也要生一个宝宝。所以没经验是不是你不能去做一件事的借口跟理由是不是？根本不是嘛。你想要学口才，学成交，学打造赚钱机器，变成富有的人，有钱有时间是最好，找谁教你可以快速达成目标？要拥有富有的人生，先要当富人的学生，是不是？我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老师，但我保证我一定是最富有的学生，我很爱学习，我更保证我不是富有的老师，我一定可以教出很多富有的学生，我用了一大群富有的学生，我们公司
是一流的客户，二流的产品，三流的服务，四流的人才，你们造就了我们的成功。有冲劲，然后我来到了上海，有幸认识了杜老师，听到了这堂课，曾经我心中很多的说不出的话的那种就想法，就仿佛我心中的那些盲点，在这堂课上完以后呢，我有许多地方都是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第一次听了一堂改变思考的模式这一堂课以后呢，我就决定把整个课程定下来了。那因为杜老师的课程讲的是比较实在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对我帮助很大的。我刚刚进这家公司才三个月，但是我感觉这三个月比我在别的公司里面三年三十年学的还要多。我当时抱着一种什么没有办法了，被朋友约了，我给一点面子来一下，以后不要找我就好。我听了他的这个业绩倍增两堂课下来，我是实实在在的我是服了。因为同样课你可以用不同的讲的不是一样的完全的内容，那让我感觉我把这个话题马上带到我的团队里面，我虽然不算太成功，但是现在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处于瓶颈地段哈。我儿子从来就是钱一到手把它花个精光，到超市里面妈妈这个什么阿尔卑斯牛奶糖浓浓奶香型甜蜜如拥抱买一点，妈妈阿华田盖的很好的广告上菜打的买一点，你钱到他手里绝对不会的。昨天我们给了他45块钱，他到家里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跟他讲到的财富管理，他居然是花了5块钱。像我这个年龄段，我今天我是真正的受益人，因为我是最大的一个收获者。然后我回头我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我的团队，去怎么样打造我自己的一个赚钱的机器。我听过很多次杜老师的课，每一次都有很不同的收获。然后听了杜老师的课以后，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就觉得以前自己很多东西这样子，如果要是早一点能知道这个规律的话，可能就知道什么地方该用力多一点，什么地方该用力少一点，可能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在听过第一次课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报杜老师的全套的课程。我为什么要报杜老师的这个课程呢？因为我觉得杜老师的课程就是我所需要的。十年前我一直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做才能达到我的目标，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途径。可是我听了杜老师的课程呢，我觉得如果我十年前听了这个课程，可能今天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杜云生这个老师上课的问题呢，我说老实话，我在外面上课的地方很多，但是每次上课都上一天或者上一次。为什么杜老师到上海来上课以后，我很坦然的很爽快的拿出来几千块钱上这个培训课？我有我的理由。一个，我听过一次课，我觉得他的课的内容啊非常的有实用。他实用在什么地方？他引进了国内就是国外成功人士他们成功致富的模式，这个非常重要。这3天帮你们去培训，其实是杜老师已经传授给我了一套一整套，就是今后我慢慢的从打工者的生活走向独立的啊，将成为老板的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基础打下来了。现在就让我在这里深深的鞠一躬，感谢我们的杜老师，谢谢你。我们呢从临安到上海，路程应该是比较远，而且呢就是每次来呢我们都要提前一天，因为我们一堂课一堂课的呢，就是每次呢就是提前一天住一夜。我们的费用非常高，但是啊我们觉得非常的值，也不断的宣传，就是让朋友们也一块来。他们来了以后也觉得真的非常值。这次呢我们是来了4个人，可以说听了杜老师课啊，就不要走很多的弯路。像过去我觉得啊我真的走了很多的弯路，而且就是真的好像感觉很迷茫，在这里呢我就感觉很有目标了。已经在大概是今年的5月份，我学了那个杜老师的那个课程是
大概是今天昨天讲过的一个销售方面的，如何销售自己的一个就是品牌。那么我按照杜老师这个方法，我在6月份就使用出来了，应该说这个成果是相当非常的好。那么我在这里首先还是要谢谢杜老师。在之前呢，我做过保险，哎，我在保险公司的时候呢，我也听过陈安之的整套课程，但是我听下来以后，经过到杜老师这边学习以后，我觉得陈安之的课程只不过是给你激励，但是杜老师这边的课程教我怎么样来赚钱。那我觉得这3天的话呢，收获实在太多太多了。我很感谢我的朋友啊，那个马兰芳能够就是让我去接触到这个课程，也感谢杜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更感谢的是我自己给到我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决定，就是我觉得这3天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我3天的投资也是值得的。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头也打造出属于你的赚钱机器的话，那就请到这儿来听杜老师的课，谢谢。杜老师的这些观念这些方法呢，帮助了我一个4年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一个年轻人，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但是让我能让过去在北京工作一个月这个1800能让过去的年收入变成日收，而这样帮助大不大各位。信息是一种磁场，它会递减的，知道吗？所以呢，你一定要把你最亲的人最好的朋友带到会场同步来复制，这是打造赚钱机器最有效的效率最高的一种方法。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张琼恩小姐复制杜老师的课，用一堂课我就捕捉到那个信息，非常有价值，然后我马上行动，马上报他带了一车的人来听课。请问一下在座各位，想赚钱的请举手，我看一下。 OK， 请放下。想赚小钱还是想赚大钱？大钱。想赚大钱的麻烦再举手，我看一下。好，请放下。你们想要轻松赚大钱还是很辛苦很累的赚大钱？轻松。想要轻轻松松赚大钱的麻烦再举手，我看一下。 OK， 请放下。假如呢，杜老师能分享如何呢，从16岁的时候穷困潦倒，被父母亲认为是一个没药可救的小孩子，被老师认为是一个差等生，然后呢20岁的时候呢负债累累，连房租都付不起，但是在25岁的时候就能够月入100万，在27岁的时候就能够不靠工作过着财务自由理想生活的日子，这个方法你们想想知道吗？想。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能够拥有最多的金钱收入，并且还能够多出很多的时间自由，还能够让心情越来越快乐，你们想知道这个秘诀吗？想。想知道举手，我看一下。 OK， 请放下。假如呢你真的想要对你的人生有所改造的话呢，我现在要分享的大概有4个关键，这4个关键会影响大家这一生，既深又远，会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事业，影响你的人生，影响你一辈子。所以大家听课要不要很仔细很认真以及很兴奋，要不要？要。如果你听到任何一个对你有帮助的观念，要不要采取行动？要不要？要。请问知道但是做不到有没有用？没有。要知道加上做到才会等于得到，对不对？对。所以呢，接下来这短短1小时的演讲要让大家知道并且还要能够做到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样可以吗？可以。愿意的举手，我看一下。好，请放下。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一个秘诀大家记住，就是呢要下定一个狠狠的决心，要下一个狠狠的决心。什么叫下一个狠狠的决心呢？很多人想要赚钱，他想了很多年了还是没有赚到钱，有没有这种人呢？有。有一次我就问一位上我课的学员，我说这位先生你想赚钱吗？他说想。我说你想赚钱想多久了？他说想了10年了。另外一个人说想20年了。另外一个人说想30年了。可是他们3个人我都问他们赚到钱没有，他说没什么钱。我说为什么想那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赚到钱呢？各位，因为他们只是在想，他们没有下定狠狠的决心，他们没有一定要赚到钱。想要跟一定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想要跟一定要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讲，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各位，
有没有非常多女士啊，她经常想要减肥，有没有？有。可是她们想了那么多年，减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想减肥，想了那么多年都减不掉呢？因为他们只是在想减肥，他们要什么？一定要减。他看到好吃的还是想吃，他在床上还是不想运动，他任何时候头脑里面有想减肥的念头，但是没有想减肥的行动。为什么？因为呢，他没有下定决心。假如拿枪顶着你的头说减不了10斤就把你给枪毙了，请问减得了减不了？减肥的方法太多种了，但是不外乎少吃多运动，各位是还不是？但大多数人说我没有方法，我减不掉，其实不是，而是没有决心，缺乏意愿。没有决心的人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你们同意吗？同意。所以呢，正在听这一场会议的摄像机面前的、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正在现场通过电脑通过投影听我的课的话，你到底想实现什么目标？你到底想赚多少钱？你到底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事业？你到底想要一年存款多少？你到底想要减肥多少？你到底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想多久了？只是想是没有用的，请你下定一定要的什么决心。只有下定决心的人才会有所改变，才会有所成长。没有决心的人，我们都帮助不了他。各位是还不是？是。就像呢，这个杜老师呢，以前呢经常去上一些课程，杜老师上一些成功激励课程，发现这个成功激励课程呢，它能够产生效果最大的原因啊，就是它狠狠地激发了我的斗志，它把我给激励了。可是杜老师呢，在教别人成功激励一阵子之后，发现光是激励一个人是不够的，虽然决心很重要，可是下定完决心之后，就要找寻如何达成目标的方法了。各位，你们说是还不是？是。当你决心下去之后，你要找方法了，你找不到怎么办？所以杜老师推出这个创富教育。推出创富教育之后呢，在这个推出创富教育来上海创业的第一天，杜老师在笔记本上写下来了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必须呢要在半年之内啊，一定要写出一本创富教育的经典之作，来让所有上不了我们课程的人呢也能接受到创富教育的这个精髓的教导。所以杜老师啊，就下定一个狠狠的决心，说一定要写出一本书。当时呢，这个书都还没有写出来，我就跟股东讲，也跟员工讲，也跟这个学员讲，讲了老半天，书都还没有写出来。直到找到了一个出版商，他跟我签完合约了，合约都签下来了，我说我2周之内将我写好的书稿交给你。各位，我说我2周之内将我写好的书稿交给你。讲完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书稿写好没有？没有，根本连书稿一个字都没有写好。可是我已经夸下海口，所有人都等那本书出来了。杜老师剩下2周时间，要不要拼命的把这本书写出来？要还是不要？要。当时我是想写，还是一定要写了？一定要。不写就违约了，不写的话，出版社就要控告我了。说杜医生，你说2周之内把书交给我，怎么搞的？现在2个礼拜了，一个字也没看到。所以杜老师被逼到了非写不可了，各位是还不是？是。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在摄像机面前的观众也看到了这2本书啊，叫做《赚钱什么机器》。机器这里面呢，写着杜老师15年来如何呢，从一无所有变得应有尽有，如何呢，从最小的年纪，没有背景，没有人际关系，没有贵人提拔，变成摇身一变在中国大陆创业成功的一名教育企业家。在座各位，如果你能够看完一本书，投资29.8元，却学到了我15年的精华，请问一下，值还是不值啊？值。如果你能够看完书以后，有一个观点，一句话对你很有帮助，让你收入不断提升，同时你的时间自由还越来越多，心情还越来越快乐，请问投资29.8元买这本书看，值还是不值啊？值。所以呢，等一下下台之后，大家有需要这本书的，也可以一人到后台去采购一本书，而且还要给你的家人也采购一本，因为你家人需要跟你有共同的理念，才能够共同创造一个成功的企业，是还不是？是。而且还需要给你
你小孩也买一本，因为你小孩如果不会理财的话，他总是乱花钱，让父母欠钱，因为小孩子花光光了，所以这个小孩将来长大呢，也不可能会成为一个财务自由的人。所以应不应该帮你小孩也买一本？应不应该？应该。而且应该给你股东、给你同事、给你伙伴也各买一本，是不是？是。所以呢，正在听这盘演讲片的朋友们，等一下上台之后，一个人至少要带5本回家，你才算对得起你家人、孩子和你的同事、和你的员工、和你的老板，是不是？是。这本书真的是太棒，创富教育的经典之作，觉得自己应该要至少带5本回家留作纪念，而且好好学习的举手，我看一下，很好，给自己热烈掌声鼓励一下。下定决心的过程当中，杜老师发现任何人要下狠狠的决心，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先夸下海口，必须呢要有一种达不到目标的痛苦，要有一种压力，要有一种群众压力，甚至呢要达到那种非达到不可的地步，必须要让自己有很大的自尊上的压力。比方讲，有一个人他曾经宣传过，他说杜老师达不到目标的话，我跟你保证我就剃光头，他在公众面前宣传这句话了。请问一下，达不到目标要剃光头啊，他要达到还是不要达到呢？另外一个人说，杜老师我比他更狠，达不到目标我就剃半边眉毛。请问一下，他要不要达到目标？要，因为他达不到目标就剃眉毛了。另外一个人说，杜老师达不到目标，达不到目标我就裸奔。请问那个人要不要达到目标？要，因为达不到目标，他就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脱光衣服跑大街。你们觉得达到目标很辛苦、很痛苦、很难、很压力，可是，在群众面前裸奔的痛苦，比达成目标的痛苦还要更大，是不是？是。在公众面前承诺出来了，到时候又达不到，又不敢裸奔，又不敢剃眉毛，又不敢剃光头的这种人，他的自尊扫地，他言而无信，他不重承诺，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压力，远比达成目标的压力更大。各位是不是？是。只有在这种境界之下，各位学员、各位听众，你才能够拿出100%的动力，立刻行动，并且遇到多少困难都坚持到达成目标为止。各位是还不是？是。所以我想请问在座各位，你们想赚钱是想赚还是非赚不可？非赚不可。是想赚还是一定要赚？一定要赚。是想赚到钱还是非要赚到大钱不可？非要赚到大钱不可。如果你非要赚到大钱不可的话，现在全体起立。正在投影面前的观众也请你起立。哎，叫你起立怎么不起立呢？请主持人安排助教，安排全场每一个看投影的观众，你们也起立好吗？来，各位请他们起立好不好？好。来说一次，投影的观众请起立。投影的观众起立。哎，给那些起立的观众热烈掌声鼓励一下。正在电脑面前的观众也请他起立好不好？好。来说一次，电脑观众请起立。电脑观众请起立。电视观众请起立。电视观众请起立。凡是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都起立。凡是在看影片的朋友都起立。来，他们都慢慢站起来了，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啊！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的话，你不能只说给自己心里听，你必须要说给别人听，让大家看到你的公众承诺。各位是还不是？所以现在呢，请你对左边的人说我一定要，对右边的人说我一定要，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达成目标。来，连续说5遍，预备，一二三，开始。我一定要，我一定要。大家，你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找寻方法。各位是还不是？是。如何达到我所说的财务自由，如何达到我所说的工作越来越轻松，收入越来越高，个人的时间越来越多，心情还越来越快乐，要不要找一套方法？要怎么样？要。所以呢，接下来我送给大家的第二个关键就是
要使用别人证明有效的方法。大家说一次，第二个关键是什么？有别人证明有效的方法。来，请问在座各位，假如今天你想要把篮球打好，是随便找一个教练教你好，还是跟迈克乔丹学好？没有乔丹，因为他有一套证明有效的方法，他是世界空中飞人，篮球之神。他如何练球，如何投球，如何防守，他都已经拥有十几二十年经验。如果你随便找一个教练教你，还不如找乔丹教你，得到的是更快成功的捷径。你们说是还不是啊？是。大多数人呢都不用这种方法，大多数人都在用最笨、最慢、最传统、最古老的方法，叫做自我摸索。各位投影机面前的朋友们，听好，你以前都在用自我摸索的方法去达成目标。请问自我摸索会不会成功啊？会。但是成功了也已经失去什么？时间、光阴了，失去青春了，你已经老了。很多人说，哎呀，我要凭着自己的经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但是当你赚到钱了，你可能已经60了，你可能已经50了。我们要年轻成功，短期致富，才有时间享用我们的财富，是还不是？是。所以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自我摸索了，你要怎么样？看看谁已经达成你的目标了，找寻那个人是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假如一个人花了30年时间奋斗成功，赚到1000万，有没有可能他前20年都是在失败犯错，最后10年终于掌握了某些方法而成功？有没有可能？有。你跟他一样想要赚1000万，要不要跟他一样花30年时间去慢慢奋斗？要还是不要？不要。最好的方法是了解他这20年做错了什么事，最后10年做对了什么事，使用别人最后做对的事情，这个模式至少就算赚不了1000万，也能帮你节省10几20年的犯错的时间、摸索的时间和巨大的损失。各位，你们说是还不是？是。同意我说法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好，请放下。电视机面前的观众，同意我说法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好，请放下。电脑面前的观众，同意我说法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好，请放下。正在会场看投影片的观众，也请你们举手一下，好不好？好，非常好，非常好，请放下，给他们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如果你要使用别人证明有效的方法，有3件事情你需要做。第一件事情叫大量的阅读。一个人花了一辈子时间奋斗，最后把他成功的精华写在书里，我们只要买一本书回家看，就可以得到他的精髓。请问一下，应该还是不应该读书？应该。一个人一天读一本书，另外一个人一年才读一本。一天读一本书的人，一年读365本；一年才读一本的人，一两年也才读一两本。在座各位，这两个人一两年后有没有差别？有。在座各位，我从16岁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年读400-500本不同的书籍，有时候呢，就算重复的我还读，看过的我还读，因为这是一个习惯。一旦你养成好习惯，你很难贫穷；一旦你养成了坏习惯，你很难富有。各位是还不是？是。我再说一次，一旦你养成了好习惯，你很难贫穷；一旦你养成了坏习惯，你很难富有。我从16岁那一年开始养成了大量阅读的习惯，我发现从书里面找到很多对我有帮助的观念跟知识。举一个例子讲，当年呢，我有2个缺点，第一个呢是内向害羞，不爱讲话；第二个呢是成绩不好。可是呢，我从书里面看到了一句话，它上面写啊，一个人的成就有85%靠人际沟通，只有15%靠专业知识。一个人如果专业知识丰富，可是不善沟通，不善表达，朋友不多，这个人也可能只是在工厂里面当个中层技术人员或者基层的员工。各位，有没有这种人？有。但是有没有人因为擅长沟通、擅长表达，朋友多，老板喜欢他，同事喜欢他，顾客喜欢他，政府喜欢他，就算学历不高也步步高升成为有钱人？有没有这种人？有。觉得有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请放下。如果有的话，
表示人际沟通的技巧远比专业的知识还要重要的多得多，你们说是吗？是。如果是的话，当年我看到这一句话了，我开始把我沟通的技巧给增加，内向害羞性格给改变，我去接受演讲训练班，我去接受口才训练班，我去每天练口才交朋友，改变我性格。虽然我成绩不好，可是我把这一点给改变了。跟现在我的命运有没有关系啊？有。我会变成现在的我，跟当初那一句话有100%的关系。要不是因为读书的话，我怎么会有得到那一个启示而变成今天这样的成就的机会呢？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你想要赚更多钱，你想要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你想要拥有更多的快乐，请务必记住这本书，叫做赚钱什么机器 Money Machine。 这一本书投资29.8块，买到杜云生15年的教育经验，买到世界上100位亿万富翁的致富精华。请问要不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要不要？要。好，那么很多人呢，虽然有读书的习惯了，可是这还是不够，必须要养成第二个习惯。第二个习惯叫做什么？叫做结交富人当朋友。什么叫结交富人当朋友？今天你跟一个富有的人坐下来吃一餐饭，问他几个问题，他给你的指导是有针对性的，他帮你解决问题是有针对性的，比看一本书还要快多得多。因为看一本书也许要看好几天才能学到几个重点，而且呢，这些知识呢可能又不能帮助你马上去行动，因为你不知道一个人要达成目标其实要具备很多能力的，而书里面可能只写了部分的能力。所以在座各位，跟一个有钱人见面交朋友，向他学习，跟他一起工作，跟他一起生活，会比你看书还要更快，你们同意吗？同意。所以呢，我见到亿万富翁，第一我请教他问题，请他吃饭，第二我想办法这个上他的课，听他的讲话，第三我尽可能跟他合作，或者是为他工作，想尽办法跟他在一起，通过和世界上各行各业至少100名以上的亿万富翁交往的结果，我发现每一个人给我一点点知识，我具备他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知识。但是呢，如果你不肯学习的话，你只具备你一个人这一辈子的知识。所以在座各位还是要养成与有钱人交朋友的习惯，你们说是还不是？是。但一般人都跟自己身边的什么人在一起呢？同事、同学、朋友、亲戚，他们的收入都跟你差不多，你永远跟收入跟你差不多的人在一起，你怎么能学到月收入100万的秘诀呢？你一个月赚5000块，你只跟5000块的人在一起，你怎么学到50000块的人的秘诀呢？你父母亲这个一个月收入10000块，但是你想成为亿万富翁，你却永远只是跟父母亲学习，这样子效果一定是有限的。各位是还不是？是。学习跟不学习，请问哪一个比较好？学习。可是学错习比不学习更糟糕，你们说是还不是？是。大多数人都学错对象了，他们想成为亿万富翁，他们却总是听父母亲的建议。大部分的父母亲希望孩子好，希望孩子安全，不要冒风险，外面很多坏人哦，小心哦，不要被骗哦，保守就好了，平安就是福啊。所以把小孩子训练得过于保守，不敢冒风险。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这样的建议却并不能帮我们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各位，你们说是还不是？是。大多数的人跟他的学校老师学习，可是大部分老师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学校教书，从来没有经商冒过风险，付薪水给员工的责任感，没有赚过大钱。这样的老师能教我们如何成为亿万富翁吗？能还是不能？不能。所以在座各位，你要找那些有实际经验的人。没有人能教你他本身没有过的知识，没有人能教你他本身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人能教你他本身没有做到的事情。各位，你们说是还不是？是。所以第一要大量的阅读，第二要和富人交朋友，第三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是上不同的培训课程，上不同的培训课程。两只小狗，一只有训练，一只没训练，请问有没有差别？有。两只小狗，一只有训练，一只没训练，都有差别，何况是我们人，有训练没训练一定有差别。杜云生记得，从16、17岁开始，我接受潜能开发训练、口才训练、演讲训练、领导力训练、销售训练。我接受完这么多训练之后，在我1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台湾呢，成为了一名职业演说家了。
当时在20岁的时候呢，我已经第一次创业，但是虽然是失败，可是我知道失败本来就是成功的一部分。成功者都很清楚，10次行动有9次失败，1次成功就把前9次所赔的钱全都赚回来了。各位是不是？是。所以我进而的在第二次创业、第三次创业，我失败过很多次，但是最后呢，在我25岁的时候，月收入能突破6位数字，为什么？因为我感谢我曾经接受过这么多的大师培训，为了要学推销，我向全世界最伟大的推销员学习销售技巧；为了要学演讲，我跟全世界最顶尖的演说家学演讲技巧；为了要想创业，我向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亿万富翁这个学习。在座各位，你们想想看，刚刚我讲过，一个人如果奋斗了30年，他如果愿意出来讲课讲2天给你听，他总结了30年经验跟智慧，变成一套步骤，在2天当中变成一套教程，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演讲完2天之后，你可以学到他30年的经验总结，是不是相当于省了你30年时间？是还不是？是。就算省了你20年时间，也比你自己去摸索花20年时间好多了，是还不是？是。就算省了你10年时间，也比你花10年摸索好多了，是还不是？是。只要能省时间，我们就要省时间，才能年轻成功、短期致富。你们说是还不是？是。所以呢，杜老师拜了100位老师，一个人如果给我20年时间，我有2000年的智慧。另外一个50岁的人，他从来也不肯学习，他一辈子只有50年经验跟智慧，50年的经验跟智慧，他赚到的钱当然没有2000年经验跟智慧的杜云生赚到的还要多咯。为什么？不是我很聪明，而是我拜对老师，学对课程了。各位是还不是？是。这个我觉得创造财富啊，就像一个号码锁一样，如果今天62321能开，但是我转12362是不能开的，就算号码正确，顺序错了也开不了。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听懂。听懂了吗？懂了。所以号码对还要什么对？顺序。就算你看了很多书，交了很多亿万富翁当朋友，可是呢，你得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没有一个顺序的步骤。到底第一步骤做什么？第二步骤做什么？第三步骤做什么？你不知道。一个人他成为亿万富翁，他当初在月收入不到10000的时候先做什么？在月收入超过100000以后做什么？在月收入超过100000以后做什么？一个有5000万的人跟只有5万块的人从同时创业，他们创业玩的游戏用的模式不一样。各位，你们说是还不是？是。所以就算你看书和富人交朋友，你得到的是他当时给你的观念，但是我们要学他致富之前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富有的地步，来改变我们当时的行动模式。各位是还不是？是。所以呢，课程已经帮你总结了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1年级、2年级、3年级，这就是为什么我推出创富教育的原因，要有系统的、有策略的、有步骤的，一步一步把一个零的人变成了100万、1000万、10000万，这就是上课能得到的一个好处。就像1年级的小学生，你给他看大学课本他看不懂，给大学生看1年级课本他也懒得看，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创富教育给的是一套系统跟模式，跟传统的激励是不一样的。在座各位，如果你缺乏动力，如果你想要被激发潜能，你可以去上成功课程。但是如果呢，你已经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富有的人的人，你呢光上成功激励就不够了，你要学习的是创富的策略跟步骤跟方法。你们同意吗？同意。同意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好，请放下。所以要不要继续往下学如何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关键要还是不要？要。大家如果要的话，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要先下定狠狠的什么决心。第二个，使用别人正面的方法。第三个，大家要记下来这个图。记下来这个图之后呢，我就可以花20分钟以内跟你讲解完了。这个图呢，是世界第一名的财商大师《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他所教给我的。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分成4种人，所有的收入分成4种收入，所有的职业也只分成4种职业。现在大家来说一次，第一种叫什么？雇员。什么叫雇员？雇员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早上8点关进去，下午5点放出来，时间不自由，收入受限制，上班打卡，下班打卡，一上一下加起来被卡住了。上班老板骂，下班骂老板，一辈子安安稳稳的领个月收入几千块，然后呢，这个过年领个这个红包，然后这个结婚了有分房子，这个看病了有这个医保，
这个退休有退休金，就是雇员他心目中一辈子最佳的生活状态了。各位赞不赞？是。所以他是用时间在换取金钱，因为他把时间便宜卖给老板了，所以呢，他没什么时间，但也没什么钱。有没有这种人呢？有。雇员容不容易变成亿万富翁啊？不容易。哎，谁说不容易的？我教你们一个秘诀好吗？好。贪污。除了贪污之外，通常雇员要成为亿万富翁是比较困难的，你们说是还不是啊？是。所以请问在座现场朋友，你们觉得你愿不愿意一辈子在这个位置里面成为亿万富翁？我愿意。好像比较几率小一点，是还不是？是。我想请问正在看电脑电视或投影片的朋友，你们愿不愿意一辈子在雇员这个领域里面，让别人安排你的生活，让别人安排你的收入，让别人安排你该做什么事情，然后让别人决定你这一辈子能不能成为亿万富翁，你们愿意吗？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会有第二种选择。很多人呢，干脆不要为别人工作，他是为别人工作，他不愿意，所以他要改成为自己工作。第二种人叫做自由职业者，他自我雇用，比方讲开个餐厅，自己在前台当个掌柜的，然后呢请个厨师，请个小弟小妹，只要每天的营业收入扣掉营业费用就是他的利润。他呢很努力的起早贪黑工作，加班加点做到晚上，当个美发师，当个美容师，开一个服装店，或者你办一个企业，但是呢亲自在企业里面从早忙到晚来赚钱的，都称为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呢，他最大跟他的差别就是，他愿不愿意很努力的、辛苦的加班加点的工作，愿不愿意？愿意。因为他是为别人工作，雇员，但自由业者是为自己而做，他每一分钱都帮谁赚呢？自己赚的。所以呢，他很愿意努力，但是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问题发生在他呢，越努力越成功，偏偏。越成功表示他越忙碌，他是用时间换取金钱，他却是用命在换取金钱。他这一辈子不停止的运转，最后能赚到很多钱，但却没有时间。各位有没有这种人呢？有些人开一个服装店，他离不开他的服装店；有些人开一个餐厅，他离不开他的餐厅；有些人呢，他这个开一个企业，但他离不开他的企业。你能离开你的企业一年，你仍然有收入吗？坐在投影片面前的老板们，我再问你一次，你能离开你的企业一年，你的企业依然能够运转吗？如果不能的话，你虽然是企业老板，但你是属于开个企业拼自己工作，你是属于自由业者。我们希不希望一辈子有钱但没有时间？希不希望？不希望。所以这是不是最理想的一辈子待的位置跟地位？是还不是？不是。不是。就像我也可以对着电脑面前和投影面前的观众来演讲，可是呢，我并没有当场出来对你们演讲。为什么？因为呢，如果只有杜云生出来演讲，你们才能了解我的创富教育的话，那么杜云生呢就没有以身作则，杜云生永远呢也只能在亲自出来介绍培训课程的时候，才有人会接受我的教育。所以呢，我录下这个影片，你现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可能正在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我可不可以在餐厅吃饭？可不可以啊？可以。我可不可以在床上睡觉？可不可以啊？可以。我可不可以在夏威夷海滩晒太阳？可不可以啊？可以。我可不可以在做别的事情，创立新的一份事业？可不可以啊？可以。可是呢，却不影响在座各位，你们坐在教室里面，听到我的理念，对你们的传播，听到我的培训课程，对你们的教导，你们依然是可以决定来上我的创富教育，却不占用今天下午的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各位是不是啊？听懂举手，我看一下，请放下。之所以今天你到场去看到这个影片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这个位置待了很长的时间，想到这个位置。大家想不想听听看另外一个位置？想不想啊？想。想的话，请问在座各位，如果有方法给你们，你们要不要学会？要。如果学会这个方法，要付出一些时间跟金钱的代价，你们愿意吗？愿意。为了要学习如何让你赚大钱，并且还有更多的时间，还可以更轻松的、更快乐的享受这笔财富，你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呢？你们如果付出3天的时间来上课，你们愿意吗？愿意。
能付出金钱交学费，你们愿意吗？愿意。很多人一听啊，要交学费，我不愿意耶。如果不愿意的话，那就继续用你的老方法赚钱。其实你付出的比学费更多，因为你继续在用你的时间赚钱，继续用你生命赚钱，继续离不开你的生意，继续离开你的生意之后，你收入无法增长，继续过着原来的生活，其实你损失的远比学费更多。各位是不是？这个我去上一个课程，投资了美金15000块钱，上完以后回来，我倍增了15,150万，上那15,000块的课就值得。你们说是不是？是。有一个课程才150块，上完什么都没学到，就算你交150块钱也很贵，是不是？是。所以上课只要有价值，付出的代价就值得。没价值，付出再多代价也不值得，你们同意吗？同意。同意举手，我看一下。好，请放下。企业主不一样，他是帮别人工作，他是帮自己工作，他是找别人帮他工作。企业主知道他创立企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系统，打造一个模式，让别人在他的企业里面依照他所规定的系统去工作。于是有一天，当这个企业家他慢慢撤出他的企业的时候，他的企业因为有人在为他运作，所以能运作得非常好。他离开企业一年，企业依然能够运转，所以他越来越成功，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他反倒越来越轻松，他雇佣的人越来越多，他反倒自己收入越来越高的时候，时间还越来越多。可能前十年他在企业里辛苦工作，可是工作的目的是要有一天在第11年的时候能撤出企业，但企业依然能够存在，所以他的企业变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产，所以他能够卖掉50%的股份给别人，他可能换了3000万，剩下50%股份还是他自己的，所以呢，这个企业长期以来还在为他赚钱，他是不是有钱又有时间？是还不是？是。听懂举手，我看一下。情况下，如果你想变成这一种人，你要学会如何用钱聘别人为你工作，你要学会如何打造一个系统，你要学会什么叫领导力，什么叫市场行销，什么叫做冒险精神，什么叫做理财，如何去打造一台赚钱的机器，而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雇员是不是一台赚钱机器？是不是？如果你们答是的话，那你没有真正理解赚钱机器的含义。雇员是别人赚钱机器里的一个螺丝钉。你想想看，麦当劳有一个做汉堡的男孩，明天如果不做了，他辞职了，麦当劳会不会因此而倒闭？不会。麦当劳这台赚钱机器还在运转，为什么？我只要再换一个螺丝钉来做汉堡，餐厅照样能够运转得非常好嘛？各位是不是？是。所以呢，雇员只是别人赚钱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听懂举手，我看一下，请放下。自由业者，他本人才是最大的赚钱机器。有些企业有你就能运作，没有你就不能运作了，你就是赚钱机器。有一个老板，他很会做菜，他开的餐厅生意非常好，他开餐厅的时候很赚钱，他病了，他请别的厨师去做菜了，可是味道不好了，就不赚钱了，所以那个餐厅就收起来了，所以那个老板本人就是赚钱机器。各位是不是？是。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他就是赚钱机器，但对企业主来说，他不要当赚钱机器的螺丝钉，他本人也不要变成赚钱机器，他要打造一台赚钱机器，并且拥有这台赚钱机器，所以赚钱机器在为他赚钱，所以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金钱。听懂我举手，我看一下，请放下。而投资者呢，他把钱投给能打造赚钱机器的人，让别人用他的钱去打造赚钱机器，
所以当别人打造成功赚钱机器的时候，投资者也能享受长久的赚钱机器的回报。机器所赚的每一分钱跟投资者都是有关系的，各位是还不是？是。我们来看看麦当劳的老板，他要不要亲自在店里面炸薯条、卖汉堡、管餐厅，要不要？要。肯德基老板要不要？要。那为什么他们的餐厅还能在全世界卖得这么好呢？因为他们有一套模式，如何炸鸡、做汉堡、卖薯条、管店面。